香蕉包含到柠檬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道洞在内仓。好，各位有一百六十件。好，如意的说情形呢，在船上面出现在这个叫彼得叫左边的，叫做阿比头。阿比头是哪个讲？剑齿鼻套。好，所以居住过的另外。好，那这个最有名的在阿比头的后方。有没有看到水蓝色主心过往之后呢？ 有时会来相找，今年的。